咱们继续来看比赛，官大方的话一手九黎城对战方大唐官府，对战方变的是一个连击卡，应该是有绝活啊。官大方的话应该是一个骷髅九黎城，弹了一手163，官大方给自己骑野兽，对战方平 A 过来压倒官大方人物的一个尸体，官大方人物有点脆是吧，你这样打的话这个人物的一个九转会跟不上啊。对战方直接选择出顺法，官大方有一手吸收，这手吸收的话很细节，防对面的一个大秒，官大方继续拉起来一个九转直接满血，先是二连打掉对战方的一个高鬼魂宠，平 A 触发一手猎食，再次守掉观战方的一个人，对战方的话是这个绝活大唐啊，现在又改成神之瀚海，观战方一回合14连接，虽然每次的一个伤害不高，但是他挨不住他的一个输出段数比较高，对战方直接给观战方出一手巨剑，观战方人物倒地，观战方拉起自己来一手野魂，这个109级玩九黎城的还是非常多啊，但是越往后的话虽然这个挺猛是吧，但是玩的人比较少，有可能在某一方面确实也是有缺陷。对战方神针，观战方就打一手尸体战，观战方应该是备了一包袱的一个九转，就是和你死磕，观战方的一个宝宝是吧，感觉是对战方的一个输出太低，还是观战方宝宝伤害防御太高是吧，应该观战方人物，对战方打过来观战方人物的话也是能被秒掉，对战方防御伤害应该不是那种特别高啊。
哎呦，这招牛逼！